韩国人气乐队 CN Blue 全部成员已经入伍当兵，当中29岁的队长郑荣和目前正在江原道华川郡的第二师团702特工部队服役，预计在今年11月3日退伍。郑荣和今日似乎获得休假，他和朋友外出吃饭，并在微博中上传了火锅、咕噜肉以及云吞面等的照片，令粉丝们大赞欧巴对中国菜认知颇深。另外，郑荣和还在 Instagram 中上传了穿上黑色 T 恤的自拍照，画面中虽然他显得清瘦了不少，不过就更加成熟和有男人味。另外 ,CN Blue 中的27岁成员李正信同样以陆军身份服兵役中，预计在明年3月18日退伍。李正信今日穿着军服和战友外出，众人一起去了打保龄球放松心情。李正信也有更新 Instagram, 透露自己在军队里过得很好，还叫粉丝要注意身体，令大家十分想念他，以及希望早点看到成员们健康退伍并且开心回归。搜狐视频韩流第一线综合报道。